王者小信真会玩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信老师。小信，叔叔鲁班和肉装鲁班打过了，这次我们换后羿吧。好呀，我们开始吧。不过我预测历史还是会惊人的相似。第一回合平 A。Round one, ready, go。作为一场对射的平 A 局，两个人一个够肉，一个够吸。战到兴起时，甚至还跳起了二人转，而我看出来了，感情你们俩是在卖艺的。Winner。Round two, ready, go。多了二技能减速，肉装后羿很快进了输出后羿的身，靠着肉装后羿险胜。不过靠这个获得胜利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Winner。第三回合全技能。Round two, ready, go。肉装后羿先手大招，靠着吸血输出后，后羿苦苦坚持，终于将肉装后羿击败了。不过你怎么躺下了？莫不是想要讹钱？ Winner。 看样子不像小鲁班，肉装后羿还是有出路的。这游戏越来越不科学了，这个 AD 人出肉。王者小信真会玩。